哎，谢谢谢谢，不空吗？我给我两分钟的时间。等下周杰伦讲了，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啦 ，OK。我是来自铁饭碗的，先跟你们介绍先。然后我们有很多个 package， 我们就是有 video 啊，有 article 啊，然后有 blog 这样子。video 有什么种类呢？就是 company review 咯 ，drama 啊，然后还有迷你的。最上面就是迷你的，有700,000的 views 哦。company review 就讲好像我们会帮你们去 review 你们的公司啊，你们是 perfect 呢，就是5颗星咯。如果你们好像厕所肮脏一点点啊，容易没有 LRT 啊，这种我们就没有什么给星，那就可能1到2这样子 ，OK。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有 article， 什么是 article？ 就是那种 blog 啊，那种 banner 什么很多东西，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这个就是我们信息图，就是 infographic， 意思嘛，就是很多图片，小姐，我们有很多图片的，就是全部都是那种 information 的东西，我们帮你解释到完，你有什么 trending 的东西要写啊。然后呢，我们是有 early bird， OK， 你的 company 有卖什么产品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帮你。你刚才讲什么啊？可以再 repeat 多一次吗？不想被收费 ，grow 你的公司的话，就来铁饭碗吧。我们绝对有符合你的配套，赶快点击我们的 description link 了解更多详情吧，或者是 PM 我们。